你好，刚才看你在那边捡瓶子了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初衷是什么？我为了多挣点钱呗，男人嘛就应该多赚钱养家呀，对吧？您挺有担当的，相信您老婆听到会很欣慰的。我老婆，你看我这个气质像有老婆的人吗？你没有吗？你不是说要赚钱养家吗？啊，我说的养家是网络上的家，我们主播叫我们粉丝为家人，我们给他刷礼物，这也叫赚钱养家呀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你为什么做他家人呢？因为人家人美声甜呀，还叫我老铁，说我六，夸我长得帅。当然这句我知道他是在骗我，是吧？但是我喜欢听啊，就好比你们女人，是吧？明明知道自己长得丑，还喜欢别人夸自己漂亮啊，一个意思呀。还有啊，每次我刷礼物的时候啊，人家都对我说：“大哥爱你哦，么么哒。”一下子让我感受到了爱的供养，心灵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。所以，当我捡完瓶子回到家，躺在床上的刷礼物，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那我也这么夸你，也叫你老铁，你愿意把钱刷给我吗？那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丑。再说了，我刷给你才有谁能看到啊，对吧？我需要是在人多的地方刷，是吧？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知道我有钱，从而让他们从心里边崇拜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重要吗？那相当重要啊，我追求精神享受呀，对吧？哪怕现实当中我捡破烂，谁又能看到呢？但是当我礼物飘起来的时候，我依然是全场最靓的仔，即使吃着泡面、啃着黄瓜，精神上依然享受着盛宴。为了支持主播，也够拼的呀！啊，是啊，我们老大过两天生日有个聚会啊，好多网红大咖都去，我答应他去了之后给他刷2020。今年不是2020年嘛，是吧？那个我这还差点，所以说我再捡点瓶子。还差多少？20有了，还差2000。不过没事，我答应他了。我这个发誓一定要给他办到。我为了家人回眸一笑，立下这毒誓。这首歌就是歌颂我的。好像在哪儿听过，来，您再唱几句。这个很有名的，没听过吗？我再给你唱几句啊。气江山望天下，我打光棍不牵挂，直播间里传佳话。我就是榜一大哥大，大 PK。停停停停停，听过啊，听过。你参加这个线下网红聚会有什么意义？那相当有意义啊，都那么多网红，那么多大咖，是吧？这是我能接触到有钱人、拓展人脉很重要的机会啊。到时候我在人家豪车前拍拍照、发朋友圈，那多有面子呀！不知道多少人羡慕给我点赞呢。我跟人家说点好的，兴许人家能让我到车里参观一下，是吧？摸摸方向盘啥的。除了这还有什么意义？等我见了世面，回到村里，乡亲们把我围在中间，是吧？其乐融融听我讲我与网红之间的故事，是吧？众星捧月，百鸟朝凤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，是吧？想想就开心。